粉丝提问：为什么手游的 M24 比 98K 伤害高，端游的刚好相反，是 98K 伤害更高呢？原因其实有三个：一、手游喜欢 M24 的太多。其实 98K 比 M24 伤害高这一改动是端游改的，手游并没有跟进。那是因为 M24 可以说全方位碾压 98K， 因此在手游中用 M24 的玩家超级多。如果贸然跟进端游，肯定会惹怒这些玩 M24 的玩家，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光子索性不改了，不然又要被骂。二，改了影响也不大。其实端游的那次改动只不过是将 98K 和 M24 的伤害互换，两者的伤害只相差5点，改了也没什么影响，反正两把枪都能一枪秒杀满血二级头，三级头都需要两枪，因为影响很小，干脆就不改动了。三，光子想走出自己的路，这应该是光子想走出自己路的一个例子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和平精英完全是照搬绝地求生呢，可后来光子决定还是要做出差异化，因为端游和手游总归是不同的，所以这次 M24 和 98K 的改动光子没有跟进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应该改动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，我们下期见。